神杯，神杯，我很闷呢，你可以介绍什么游戏给我玩吗？这个游戏规则是把这个句子变成两个句子。OK, bye。哈？等一下，等一下，将变将变，我不会变魔术嘞，神杯，神杯。你可以帮我想一下吗？如何把这个句子变成两个句子呢？是这样还是这样呢？那这个影片我就会和你们分享如何把 Ayat Marshmallow 变成两个 Ayat Dunggal。 Ayat Marshmallow 是句子里面有 Gata Hubung 的，那 Ayat Dunggal 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句子，也就是没有 Gata Hubung 的句子。首先我们要在句子里面找到 Gata Hubung，那在这个句子里面呢 ，gata hubung 是 dan， 找到 gata hubung 之后，就可以把它割掉了。割掉过后呢，我们要把两个重要的 element 是元素找出来。通常两个元素在 gata hubung 的左边或者是右边，所以在这一题呢，第一个 element 是伊布，那第二个是 zali。现在我们要把伊布和 zali。变成各自的句子，所以第一个句子呢，是我们要把第一个 element 先抄下去，一步 ，dan 割掉了，所以不用写，因为 zali 是第二个 element， 先不要抄，然后把内容抄下去 ，membeli buah cherry merah。那第二个句子，我们就用第二个 element zali 再把内容抄下去。Membeli buah cherry merah。 神杯，神杯，这个游戏我还玩得不错吧？非常好，所有完成这个游戏的人都有解答 Cerakinkan Ayat Masmuk kepada Ayat Dunggal 的题目的超能力啊。哇，太好了，谢谢。 Oh yeah, Oh yeah,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得到这个超能力哦。这就是我们学到的 Cerakinkan Ayat Masmuk kepada Ayat Dunggal。 你学到了吗？